你要是吃了这一锅火鸡面火锅，我敢说你会怀疑你的嘴长在别人身上了，不信你就试试。葱姜蒜爆香，下豆瓣酱火锅底料，三下五除二的炒出红油，加一大碗水烧开，这个时候丸子和火鸡面就入场了，小火煮上五六七分钟，煮开之后放点青菜，火鸡面料包一定不能浪费。我真怕你吃了这一锅，第二天你会拎着棒子来找我。